第39题，小兰在湖边散步，从宁静的湖面上看到湖边景物在水中的倒影如右图所示，则下列哪一个图最可能是该湖边景物的图示？在我们考平面镜的成像性质，正立相等虚像，我们又说左右相反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，我们的右手在我们看过去也是在镜子的右边，但是我们的右边是镜中人的左边，这时候是我们所说的左右相反，同时前后是会倒过来的。那么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，就是把它翻过去，那么这是我们的现在的湖中的成像，那么把它翻过来就是我们实际上的景物，当然就是景物翻过来就是我们的成像，我们看到它是跟我们的 A 是相似的。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啊，哪一个图示最有可能是该湖边景物的图示，我们答案呢选择的是 A。